可以，感觉好像蛮难的，很新很新。分队就是分队自己找吗？跳一下好了啦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来，一二三。嘿，好，你们为什么跳下来的比较慢？有些人没跟到，有些人没跟到，我还来不及跳哎，大家都跳完了。前面有箱子，各抽一个，然后一个一个开。好，先就先拿，先不开哈。一人抽一个，各位，一人抽一个。对，这个颜色比较不一样。对，只有你那不一样。是我眼睛的问题吗？他们有时候也要看颜色，真的不一样。然后从那个 Patrick 那边开启，好了，给镜头看哈。钩子，银钉，银钉，锤子，锤子，打银钉，银锤，我跟你讲啊，现在拿出什么东西都要加个银哦，因为露营的东西，你讲钉子就觉得训掉了。我怕我里面是银锤、银虫，如果是我怕一条虫。营地里面出现的虫叫银虫，对对对，看拿出什么都要加银哦。好，银扇，我是。银锤，银锤，所以我们两个是同队。好，我的是什么什么？哦，银电筒，银手，银手。好，我是银钉，银钉，银钉，漂亮喽。啊，我是什么？银锤，银锤，银锤。我是银灯，银灯，银灯。瓦斯罐，银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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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正不管是什么东西，全部的东西简称银具啦。对，哎呦 ，Patrick 跟王仁甫哦，感觉那对很强。不是，感觉这两人类型很接近，就想法什么的。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走帅气 idol 路线的，啊，不是，我指的是天马行空啦，不是跟帅气比较。他是信誉权志龙嘛，对不对？我是过去木村拓哉。真的过去了，过去。好，所以现在两两这样都已经分队好了，是的，就直接换衣服就位。